尊敬的海涛师父，啊，为了佛法，啊，为了救度众生，啊，全国各地也可以说四处奔跑，啊，深深的，感动，也可以说，啊，很多人只能会看到上，也可以说比较高等的，但是海涛师父的话不是这样，哪里需要帮助，啊，不管是人类而已，就是动物，就是无形的。用不同的，比如说，啊，做烟供，啊，这些等等，所以，啊，他自己也感觉到说，这是一定是一个啊菩萨，啊，为了救度众生而来到这个世间的。那师父有护持这个啊女众的僧团，那这个女众僧团可以分两种，啊，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啊学校。还有另外有一个闭关，那这里最主要现在的阿弥陀啊，在学习当中就是闻思，然后这个闻透过思，然后去闭关而去修，所以有记住这个闻思修。师父跟所有的啊这些大德护持啊这个殊胜的一个僧团，也可以说。啊，很需要这些护持，所以十分感谢。那佛说了84000多个法门，也可以说这个世界上要修行，要学习这个84000多的啊这些啊经典。所以这些护持，不管是西藏啊，还有这个啊西经啊、不丹等等，那这些护持的啊这些功德者，几乎都是华人。所以他也很佩服华人，也很随行。那最后他说，那希望师父的这个佛法的事业啊，像天空一般这么的宽阔无障碍，然后跟着师父学习的护持师父的护持这个僧团的，他也希望啊所有的护持者身体健康啊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和睦等等。那谢谢大家。这边还有一个是上海中心烟供组随喜此地烟供会供1000块美金，还有护持佛像随喜。这个是供养师父，嗯，谢谢。好，护持3年3个月闭关房的钱5000块美金，给各位随喜功德。因为他们要参加闭关，就要自己要护持自己的。现在有他们3位法师慈悲，各护持5000块，对吧？3年3个月，哦，随喜3位法师功德，随喜随喜。搞不好这几位都是你们的 mother， 不然你们还供养不到。真的功德很大，他们要闭关，要自己有费用，很难得的。刚刚有护持5000块，他们闭关了，他们要跟你合照，赶快，母子相遇，互相护持，这个很重要啊、哦。所以有人在闭关，你天天都同享他的功德福报，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消业障、开智慧，这么好的姻缘。要新护持的5000块美金有2位。好，鼓掌。结了一个很好的闭关缘，这个就是影像站严师的妈妈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随喜功德。现在我们暂时法师要护持500美金生活费。钱可以做很多事，也可以买车子、买漂亮衣服，但是却可以创造成佛的助缘。
这边还有湛江、湛同师、湛友师、湛宽师、湛建师要护持法套安妮三年以后闭关了。来，他们这批要护持，他们一起闭了。看我，一二三。这边还有湛阳法师护持300块美金生活费。这边一个，那总共几个？算一下。拍照，拍照啊！贴在他们闭关嘛，你们护法，愤怒尊，没有这四个合照一下好不好？我一起把你们贴在房间，好不好啊？哎，因为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来，请这十位。站在那边拍照，然后相片贴在闭关房，不得了啦！随喜你们功德，因为护持闭关太重要了。赶快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下回帮你们闭关，三个礼拜零三天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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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护持闭关的325000不单钱，拍个照320000不单钱。好人做到底，盖好了要护持闭关，大家为他们鼓掌。闭关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佛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愿所有闭关者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，护持者一切满愿。阿弥陀佛。你讲一下闭关的经验。那个闭关有30多万，就是看起来很贵，因为他们一定有那个火供，火供是非常很贵，所以这些几乎都是花在那个火供上。做火供要可能连续3-4个月。闭关的时候。他们吃的也很简单，但是最主要是花在那个，会供，初一比如说藏历8号、10号、15号、30号都要做会供，然后闭关结束的时候连续3个月，就是说日日夜夜都要那个破供，所以这些油啊那些非常贵，所以说费用很贵，但可以吃得随喜。下午参访寺院，寺院门前还保有当时贝玛林巴尊者的说法台。贝玛林巴坐在这边说，坐一下。门边也有棵贝玛林巴尊者拐杖所长成树。这个，这一次啊，这边有很古老的，就是有佛像在里面。哦，佛像在里面。对，那这个解锁只有他们才知道。后方还有5部空行母的圣券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
我们福建人、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、初二十六，会在门口点一支香。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的哦，供养玉皇大帝、诸神；点在下面的哦，布施给好兄弟、孤魂野鬼。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。你愿意再点一盏灯，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。你愿意布施一杯水，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。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。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。阿弥陀佛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。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，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。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注意事项，才能妥善防疫，让你我都安心。提醒您，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，务必做到以下事项：一、全程佩戴口罩，屡劝不听者，最高可处15000元罚锾。二、配合测量体温；三、避免交谈；四、不要饮食。出入公共场合时，请保持室内 1.5 公尺、室外1公尺距离。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，请全程佩戴口罩。感谢您的配合，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支持与鼓励，不要让防疫的距离影响你我心的距离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